主料，鸡蛋、鹌鹑蛋，辅料，红烧酱油，啤酒一罐，八角，大料，可乐100毫升，花椒，桂皮。买回的鹌鹑蛋和鸡蛋用凉水煮熟后剥去壳，然后用刀子轻划几刀。锅内倒入100毫升可乐，一罐啤酒，倒入红烧酱油20毫升，生抽20毫升，倒入料酒，准备调料盒，里面有八角、桂皮、花椒，一起煮20分钟，中火，然后捞出来用另一个盆子泡12个小时，就可以食用了。味道甜咸适口，老少皆宜。烹饪技巧，底汤做好了一定要泡最少12个小时。鸡蛋破壳后用刀子划几下好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